好意思打断一下啊，张弛，你除了京剧还会点别的才艺吗？我还能再长一个调。这跟调门没关系，现在京剧传播太难了，观众都不爱听啊。你这样连海选都过不了。会唱歌吗？会。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好好好谢谢。会什么乐器吗？口罩不算啊，你下来我们再商量商量吧。来，导演，我还会旦角的。你下来吧。花脸，下来来，小花脸，你给我下来。哪个导演找的？这年头京剧谁听啊？哎，张弛，小心你头上的灯。啊！我这是哪儿啊？哎，这不是我小时候那厨子屋吗？不对，我捋一下，我刚才一下台就被一个灯砸了，然后突然一个雷就给我劈到小时候这个厨子屋里了，这不会是真人秀？摄像机在哪儿呢？啊？哎，这是我小时候做的模型，你们怎么找到的？太厉害了！哎，这是我小时候晾过那地毯，我小时候唱戏的剧照，我小时候唱戏的行头，还有我小时候，我小时候。还不会是小偷？不是，小偷不是真人秀。你怎么进来的啊？不对，2011年，不可能！哎，这个椅子你不能拿，小偷！还猖狂，你这强盗啊你！哎！萌萌照片，对你不能拿。我穿越了，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、啊，你是不是想说这曾经是你家呀？我真的是。你是不是还想说你是从未来过来的呀？我就是。你是不是还想说你是未来的我呀？我知道这很难相信，但我真的是。我相信。啊、这么容易就相信了吗？只有我知道萌萌照片在哪。不愧是我，终于发生在我身上了，我就知道有穿越这回事儿啊！你是从20年后回来的吗？我是10年后，我有这么老吗？些许苍老。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这样问你呢。什么事儿？哥，叔叔啊，这大我，哎，我马上就考试去了，我考上了吗？考上了。哪个学校？戏曲学院。Yes！ 哎，大伯啊，我后来谈恋爱了吗？谈了。是萌萌吗？是的。Yes！ 但是后来分手了。Yes！ 谈过就行。哎，大伯啊，我后来成角儿了吗？没有。啊？啊？没有什么。能够阻挡我们成角的梦想。我就知道啊，一见公就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叫小发。听我的，考试的时候千万别唱这一段，还差一点，我再练练。差的很多，我再练一下。不要练了。长大后能好一些吧？那当然了。我能听一下。听好了。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叫小发。太厉害，就知道我能唱上去。
我唱的可太好听了啊，是不是？我能再自我欣赏一下吗？也就我自己爱听。站立公阿门叫嚣饭紧张了，叫嚣饭饭饭饭烦死了我怎么唱不上去了？你是不是懈怠了？没有啊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你躺着干什么你？你我以为能唱，骄傲了一下。练练练，叫嚣饭！不能瞎喊，叫饭，注意点位置，叫饭，这样唱毁嗓子。别唱了，饭。我怎么变成这个声音了？我再练，我再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发，不是不是，叫发。行行行，发，别唱了。你得用方法。对，用方法。小范，对，只要你用了方，这么立竿见影吗？好神奇啊！我一这什么？你就那什么了，啊？哎呀，这个穿越你咋干啥呀？姚小孩呢？流血了都！有疤有疤，这么神奇吗？啊？那要这么说的话，只要你一想，我就能会唱歌；只要你一想，我就会乐器；只要你一想，我就不用唱戏了。不行，再重新想一下。只要你一想，我不想了。京剧乃我这一生挚爱，怎能轻言放弃呀、啊？对不起了，小张弛，我这次来，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改行。孩子，不是、那个弟弟，不是。小我，哪位呢？这么喜欢唱戏吗？不，是热爱。你可知道，我这些年唱戏，我身上我受了多少的伤？啊，我受伤了，怎么？我这腿，这胳膊，这，你看这手，这手，这不刚咬的吗？我还有内伤呢，心灵的创伤呢？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不这些年。一直天天想着练功，是吧？然后我就没有时间，我就没有时间陪萌萌。这萌萌这不就跟别人跑了吗？他是跟别人跑的呀！他怎么这跟谁呀？就是说呀，就是那个谁，说了你也不能信。我信，你说呀，你这他跟一个学唱歌的跑了。他怎么能跟学唱歌的跑呢？那谁知道了？咱俩也会唱歌啊！啊！我想摸你的头发，真是简单的试探呐。萌萌就是这么被吓跑的。长大的没有好一点，萌萌。我想摸你的头发。那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去学唱歌去呀？咱这不都是为了萌萌吗？为了萌萌。我学，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啊。哎，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朋友一样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不想唱歌，这个不对，这个能不好听啊也。你不相信我？我啊，我穿越都信你，这你不信？我信。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。我只能扮演个绅士，才能和你说说你在想什么。我在想蛋姐会不会温柔一些。不会。不行，不能唱歌，这唱歌发声位置都不一样。不是，咱这都是为了萌萌啊。哎呀，没有别的办法吗？别的你，除非，要是能会着点乐器什么的。哎。口哨不算，不会。
哎，我记得小时候王叔送过咱一把小提琴。当时没给我供啊，我没来得及练，现在赶趟吗？啊，原来这是一把吉他呀，这是吉他呀，学。你根本就没学呀、啊！别惦记了，那萌萌可跟别人牵小手了，学。哇哦。我曾多少次梦见你啊姑娘，小伙不错啊，嘿，梦见你那美丽的笑脸。你干什么？先走了。太阳为你燃烧，月亮为你升，更才更才更，小小他为你呀扎呀，那么扎啊，一人蹦蹦唱。你把腿给我放下来！我不想学弹吉他，这都晃范儿，我没法唱戏。这跟萌萌不就跟别人跑了吗？算了，看来我跟萌萌可能不太合适，我还是好好学唱戏吧。不是，就你这样的唱戏能有什么出息？你骗我！不是，根本不是为了萌萌，是你不想让我学唱戏了是吗？你听我说，你说，其实我你说，这才行了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现在过得特别惨，现在唱戏有人听，但没人懂啊。为了赚钱，我只能去剧组跑龙套，给别人当群演去。哎，你也挺不容易啊。没事，其实我主要也。不跟你没关系是吧？是我，是我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参加一个一年一度亮活大赛，你知道人家都干嘛吗？弹吉他、说 rap、跳拉丁舞，这是红缨枪。你就干这些呀？我都不会，我就会唱戏。那不挺好吗？还有吹口哨。所以说，这个时候，你就得牺牲小我，你才能成就大我。明白了，都是我让自己变成这样的，怪我，怪我心不静啊！我就应该一门心思学京剧，不是什么都不想，不打游戏了，也不看电影了，不是这意思，不打篮球了，从生活做起，不能不能，活在呀戏里呀，不我狂。我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儿？我怎么连话也不会说了？这，至此以后，本宫只习的京剧，别无他念呐！万万不我哭。听我一言，括号，括号。哎呀！学个吉他，括号不学。哎呀，学钢琴不学，学 rap 不好，架子鼓不好，男团舞呸，学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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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呸呀！你悔何无悔地？万万不能啊！好，既然如此，既然如此，你来看，萌萌结婚了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萌萌就是因为买不起房子才跟别人跑的。你知道我那个年代房子多少钱一平了吗？啊，咱家门口那拉面都20块钱一碗了，萌萌都跟别人生三胎了。你乐啥呀？不是跟咱的，他好就行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跟你说这些你可能不会听，但我都是为了你的以后啊。
那我要再努力一点，再勤奋一点呢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就……我就是你的以后。反正你也看到了，你以后就是我这个德行。至于怎么选择，吓我一跳。至于怎么选择，这是叫我回去的意思？还挺急啊。那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先回去了啊。我只是希望你能过得比我舒服一点。我咋回不去了呢？你要不试试下场门？出将是上场口，出将是下场口。可以学脱口秀，十年后特别火。欢迎来到由京东独家冠名播出的一年一度脱口秀大赛啊！有请脱口秀天花板中板张弛。本宫悉心前站立宫门，交响。